红。但是有些红夫人先知加调酒，拿红夫人吗？也不行。难道屏蔽线有一首不为人知的角色？什么呢？哇，头真铁，真铁啊！这个是真的好铁好铁的头啊！那邮差的斑点在哪里呢？对啊。哦，这个刷点的话，应该是要往这个沙包废墟里去看一眼。哼哼，在哪儿？哎，这撞到的是星河。我感觉他要找到了，因为他的第二个点在小木屋。他要狗肯定是能看到的。哎，这应该是，这可是躲不住了，板子已经下了，直接找到。哎，提前下板什么意思啊？这有说法吗？提前下板？那下板想方便自己交板弹吗？但是这个位置该架还是架住了。对。那有了呀，这个局就是追先知的，放狗你的鸟不好交的。哎，直接放狗，放狗能咬。那这个鸟你给了，可能也不好卡。我觉得应该不给的，是不给了，不给了。直接给一刀受伤加速拉走吧。嗯，他卡不掉，给一刀之后直接往外面拉。下波的话怕夹，往中场走。是要找调酒师的，看一下小迪的位置，可以拍个板给他喝一口酒，让套鸟。只能这样子，给不给？给，一定要给，给了，一定给，一定给，这是肯定给的，这是必定的。是，只要打这个阵容，只能这么去保先知，不然先知那选调就是没有作用呀。对，那不就等于选个心理学家，然后配个机械师吗？是，对不对？阻止不了队伍的秒倒呀，是不是？现在的话呢，你给酒给了先知，我就只能追你了。对，但是狗已经放了一只了，你只有一只后手的狗。CD 很久，哎，这里的话感觉皮皮现在选择去换追小迪，那不对啊，有鸟呀。一样的一个轮回是，但是为什么说追小迪呢？是因为先是进大房子了。对，只能这么打了，很被动的。哎，送个寄生。哎，他第二瓶酒刚才有没有调过啊？他可以原地调，现在原地调。原地调的话风险有点大吧？原地调，他怕狗，他主要是怕狗。不是，他主要是受伤状态调得慢，受伤状态调得慢。是哎，是这个道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距离是有可能冒险的。哎，不过他可能没必要冒这个险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想一下，这个局已经是他的优势局了。是，哎呦，这狗，那这个狗，但是他不敢翻回来。哎，对，主要是距离拉远了。是的，主要是距离拉远了。信徒寄生都在外面踩板，要一块块踩过去。那这个狗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稳卡掉的，毕竟外面还有只鸟。可以看鸟，可以看这个，可以看，看了之后送个寄生，我觉得这局完美了。是的，能看吗？看了，看了，再看，准备给。哎呦，直接完美给，再是一个翻板出去，虽然说这波没有加速。是的，现在还要夹，再夹上密码，其实稳稳的丢三台了，现在已经加起来快三台了已经。哎呦，三台多了。那对，主要是最后的三台密码都在起修了，而且这个位置没有干扰队伍的机子的。是的，大房这边的话也没有去动。是的，那拉出去之后再又拉回来，原地调酒。原地调酒，但是开始了，怎么说？慢，特别慢。调不出来啊，摇了一下啊，对对对，只能稳，不能调太多。哎，就反正抽到机会先调起来呗。是的，这个位置讲道理有说法，要夹一下，不过最好送寄生。但是看一下送寄生倒角落，那你必须得打，你再不打的话你，哎呦，打了，极致的，真的 ，MRC 他这一波。小迪啊，跟那个哼哼的配合真的是说一是可以说是极致了，对，没有任何瑕疵点，没有任何，对，还压不到遗产，对，沙包那边也就开掉，那这样的话上挂之后密码是基本上压好了。这台密码在哪？在小木屋，对，在小门对角线。这个局密码机修得又好，牵制的又好，开门战四个人是当然的了。这一波看看 PUC 有没有创造奇迹的说法了？难度很大，这个化险为夷套出来，套出来了。这个位置放狗能咬住吗？哎，应该这狗能咬住。嗯，咬是肯定能咬住的，但是你本体交技能之后开门战，你切什么也没用啊，贴个传送也没用啊。是。那这个位置另外一边贴门了，小迪他只需要保证他倒在大门，那另外一边就。哎，还翻过去了，还能继续牵制，还行，这口狗，哎呦，小迪老师，这一波心里拿捏了呀，我的天，太秀了吧，有点过分了，有点过分了，开始自信了，哎呦，开始了，这个已经开始进入了小迪老师时间了，这个小迪老师的个人秀时间，对对对，就到这一会儿，他的自信心是爆棚的，你知道吧？
对他有 buff 了，上个无敌 buff 是，就求生者是这样的，当你密码值压好之后，你发现自己特别会流。对，就当求生者密码值压好，监管就觉得自己不会玩了。哎、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现在看皮皮剑能不能冷静的处理一下这个局面吗？这个局手里面还有个底牌，他先要拖本体的技能。对，只要本体的技能还有，说不定这边秒了，底牌接不传，直接要直接压好。大房里，这里话手里是有技能的，这个闪现，但是这个局一定要平局才有啊，如果底牌接闪了、没用啊。看一下地窖的位置，在小房，应该在小房。底牌切闪了之后，这个局就是留一个，这个局 PPC 要平才有希望呀，必须得平啊。是的，看看 PPC 有没有说法了。现在门那边已经80-90，留给他时间不多了，门已经开了，哎、就一个人逆天门，只有五步之遥，完了，底牌留一个吧，底牌切闪留一个吧。太克制了，就小迪这边走倒是走不掉，但是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他这边的话，只要保证队友三跑，他走不掉，但是他能刷很多数据。是，就大喊一声我不走了啊！是的，他也不需要走，底牌切闪了，一刀好、啊，可以。哇，天哪！哇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在。2022年里面看到这样的阵容打梦之女巫，对，这样的阵容确实太克制梦之女巫了。就所以说我们说嘛，就是把那个病患盖掉，随便换一个别的，你就是上个版本最克梦之女巫。更重了，小外加。对对对，有别的角色得要拿出来的。是，首先破轮肯定是拿不了，中场嘛。然后手里面的角色选择鱼女。哎，你看，有的有的鱼女。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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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行吧，因为。好、哦，这个点位的话，大房方向两个人，中场一个，看一下往哪里转啊？大房这边的话，有一个傻多的昆虫。这个点游起来先吧，反正先游起来先吧。那这个距离的话，其实是第一个叉子是时间是不够的，当然自己是要选一个点的。是的，看到昆虫了，先把虫给耗一下先。打吧，打吧。耗一下，耗一下，把它耐久给耗下去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前面是柚子，柚子邮差，他这环可以追。他这环应该默认可能是一个昆虫，但是他也要先看一眼。哎呦，这个板子先下脚，下脚的话是可以往里边转，然后走那个。圈不到的，这样子圈不到，圈不到。对对对对。哇，有点难受啊。逼你收差。是的，有点难受。然后往外面拉，对，一翻窗就给你狗，你就减一速了。对。再丢差之后呢，我又在下一个位置等你了。是，他这句话甚至可以直接转进大门废墟，我觉得转进大门废墟就更不好包。是的，前面有个板子可以利用一下。哎，哎呦回头砸板，回头砸板，那这样子这一下就很爽了。是，哎呦，直接刚一回头，虫群怼进去了。刚说完，虫群一怼进去，鱼女就很难受。对，起码会卡个一秒两秒。对，放弃邮差追昆虫吗？昆虫这个点位也是可以进三板的呀。是的，前面稍微停个虫就可以进板。肯定是舍不得闪现开刀的，我觉得。来来来，打虫打虫，对，难受难受。这块红光卡不到，哎。这个我觉得傻豆这一波不应该啊，这个红光是完全没有骗的呀。转小房，小房这边的话有一个仔仔，这波可以包，可以包，可以包，可以包子，可以包，对。出来是出来，但是很加速，它加速很容易到下一个点。是，而且这里的话，因为是个半状态，可能会倒在仔仔脸上。有闪现嘛，主要是是，现在密码机加起来也就两台多一点点。好、哦，这里话敢不敢要交了？这个闪不太敢，不太敢，因为它是两层墙。好、哦，又拉开距离。这样子的吗？哦、那这一波不交闪好亏啊！其实这个节点以一个平局的角度去想，一定要交闪，是交到了就有机会赢，对，交不到就下一局。对，是的，交闪了，交闪，这里很果断，很稳啊，他很稳，真的很稳。刚才前面门口那一波，他没有把这个虫群没有堵死，有点亏。对对对对对，再给一刀吧。那如果堵死的话，基本上再一波收差，那这一波的话，基本上冲着四台去了。给挂上，对对对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旁边有个人蹲起来了，对，还行，是压的无心。那无心这边的话，正好反正就是要过来救的嘛。看一下他这个叉怎么包啊？那选择包外围，包外围的话就是要考虑提前拦。主要是佣兵啊，这个你怎么拦都好了，我一弹到以下，所有手里的僵化者都是很烦这个角色的。他比较的在救人的这个角色的角度去想，他比较的克制，对，因为他能快速到以下，而且他现在还直接走进来了。对。而且身上这个是原地画圈圈吗？湿气很少。那湿气不在那个范围啊。对对对，双倒不了。小圈，那刚才两个圈画的不好。是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再包他一下。这里有一波收的机会，但是湿气还是不够，40多，能往外转，有26空间。密码机还差个70不到，70多一点点。这波倒完之后压满再救一波。对的，应该是没问题的了。是。
下一步机会是可以压着一台命可以对，可以让仔仔空军过来，这把枪可以省得开门战，对对，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成绩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，佣兵吴昕这边道具准备好，三个护腕准备给，要换道具了，嗯，两个道具，看看能不能争个四跑，好想把精神给抢回去，但是球的时候稳，两个人一起过来，仔仔这边提前被看到了，他一定得要把道具换过来，这把枪我觉得他如果球稳的话也可以提前交，因为他们到只要不被震慑就可以了，对对对，可以提前交，因为命养机还没压好，还差一点点嘛，给刀，哎呦那出大事情，是稳交一把枪，哎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打个汽油枪。亮吧，亮吧，就当他开枪亮了，就当他开枪亮了。那就这一把的话是相当于没带枪啊。也相当于带了啊，也相当于带了，对，也相当于带了。虽然他好像没带，但是也相当于带了，似乎又带了。对，来了，这边门多少？50，哎，应该是要四了。小陈这个位置怎么说？也不好说。主要是那边门还差着呢。拦门啊！去那边有点早了，不怕你的，你拿叉，我前锋，我佣兵可以直接一刀走的。小陈开了，有点犹豫，但是哎，你卡我，我卡你，随便打一个，但是有人有没有甜蜜蜜？有甜蜜蜜是吧？哎呦，差一点，你也是究其螺旋针，门口保卫角，皮皮城是吧？那留了一个，差点要死了。这把对，那这样子起码给 MRC 保不住一局的精神嘛？是是是。